玛雅人和印加人有什么不同？因为在中美洲啦，就是墨西哥那一带，大家常常听说玛雅人和印加人，当然印加是南美洲啦，哎，有听过，可是呢，两个有什么差别也分不太清楚啊。那尤其是前些年啦，就是那个差不多将近十年前，那时候很有名了，就是2012年12月21号，那时候就是很多谣言呐、就说哎，地球要毁灭了，为什么呢？那一种常见的讲法就是说，玛雅人他有这个太阳历，那太阳历呢说有几个太阳系，1、2、3、4、5，那第四个太阳系哎就是在2012年12月啊要结束啊，那么然后就是地球毁灭啊，所以那时候搞得呢，那电影也拍，好莱坞也拍了，大家很紧张，也就时间过去没事啊。那没事到底是玛雅人这个是这个日历不准呢，还是大家穿凿附会啊？就是大家有很多引起很多的话题啊。那玛雅人跟印加人都是很神秘的民族啊，非常神秘，尤其他那个金字塔。那可是呢，实际上讲起来呢，中南美洲呢，它其实那种很神秘的民族，当然不止这两个了，那主要是三个，还有一个阿兹提克啊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啊，也是神秘的，也是古文明，但是三个比较大，就是玛雅、阿兹提克还有印加。那大家玛雅都听过，印加也很多人听过，阿兹提克就有一些人听过啊，就最有名的是玛雅。好，玛雅、印加跟阿兹提克，这是中跟南中南美洲啊，它三大古文明都是蛮神秘的，因为它的字现在人看不懂，因为古代嘛没有录影带，字现在看不懂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文明在哪里，那我们从地理上看就比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啊。我们拉到下面来啊，那么这个是啊墨西哥啊，是中美洲，然后这边一大堆啦，洪都拉斯啦、萨尔瓦多啦、尼加拉瓜、哥斯达黎加，这叫中美洲啊，巴拿马运河在这里，然后这边是南美洲，当然最大是巴西。好，那我们看跟这个三个古文明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我们从下面看就知道。好，那这边是英文了。好，就是你看红色、粉红色跟这个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紫色啊，红色这一块叫 Aztec 阿兹提克啊，在这里就是墨西哥了。粉红的叫玛雅。这个紫色的呢叫 Inca 叫印加。那你看我们相对的来看呢啊，那我们把上面的图放小一点。好，那这样就比较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就说你看墨西哥啊，就是啊我们这边看的叫做阿兹提克啊，那中间的粉红色呢啊玛雅啊，它是从墨西哥南部开始了，到那个什么萨尔瓦多、洪都拉斯这些国家，然后印加呢就是南美洲啊，南美洲这一块啊，这一块，所以我们两个再对应一下啊啊，所以呢这个阿兹提克呢啊大概就这一块啊啊，大概是这一块啊。好，我们用红色的好了，啊，大概是这一块啊。那个玛雅呢，大概这一块，印加呢，啊，就这一块，就现在的秘鲁，大部分是秘鲁啊。这我们对应一下啊。那我们再把这个中南美的地图放大一点，啊，就墨西哥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像墨西哥这一块，啊，是阿兹提克啊，这边一大堆国家。啊，也是中美洲，这边是、阿兹提克啊，然后这个狭长的就是原则上像秘鲁这一块啊，大部分都是高山的安第斯山啊，这边是
印加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概啊了解一下啊，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啊，红色的是阿兹提克 Aztec 啊，粉红色的是玛雅啊，这个是紫色的呢 Inca 啊，我们就先地理位置啊，大概就知道一下啊，这三大古文明它的位置。那这三个文明呢，那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一定不太一样。所以这一集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玛雅、印加还有阿兹提克这三个各有什么特色，让大家知道这三个稍微能够区分一下。不然一般人就是这三个都是古文明，都有金字塔，很神秘，跟那个2012有关系，可是搞不清楚怎么分啊。所以第一个位置，当然呢，那个最北边的啊，这边我倒没有从北到南了哈，最北边叫阿兹提克啊，在墨西哥中部南部啊，那在中间的是玛雅啊。阿兹提克本来是地名的啊，这个字是地名啊，地名过来的啊，就好像台湾本来是大湾，很大的湾，又说台风很多的湾叫台风的台湾啊，就是从地名过来的啊。玛雅是那里啊，因为那时候那个西方人呢，他那个去问说，那边是哪里啊？就是这里是哪里？然后那个当地印第安说那里，玛雅啊，这样过来的。啊，在中美洲，现在墨西哥、瓜地马拉、洪都拉斯啊，比较中间。那印加就统治者的意思啊，就是南美洲安第斯山下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，刚刚地图看到了啊。那时间呢，就是玛雅最早，玛雅都大部分在丛林了，墨西哥那一带都丛林啊，那很早。西元前2000年啊，到公元17年16多少年啊，差不多灭掉了，被征服了。都这三个都是被那个西班牙人征服了啊。那印加帝国呢，它是高山啊，它最南边啊。它当然15、16不是说它那个时候才出现的，就它最兴旺、最活跃的时候，15、16世纪最活跃啊。所以那边有很多，当然说黄金呐、啊，黄金很多啊。所以西方人就是要去抢黄金啊，那当之前就有啊，阿兹提克就是比较活跃，也不是只有14世纪才开始啊，比较活跃的啊，是到这边啊，14到16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位置，刚刚地图上看过时间啊，玛雅确实最早，然后特色呢就比较好分。那玛雅呢最大特色就是金字塔，可是它跟那个埃及金字塔不一样，第一个它比较小，没那么大啊，第二个呢，它是顶，那个金字塔顶不是尖的，上面是平的，然后人走得上去，有楼梯，那金字塔上不去啊，太大了啊。然后它大部分是做寺庙来用啊。那当然那个埃及的是就是藏法老王，那其实当然有一种神秘的神秘学说啦，阴谋论啦，就是说那个金字塔不是我们这一世文明做啦啊，前面文明就有啦。现在是浮上来的啊，那个金字塔上面那个还有一些发现到贝壳啊，当然这个已经无从考证啊，就是有那种说法，因为金字塔时间确实太久，而且那么大，以埃及人来讲，要造那金字塔难上加难啊。当然又有一些建筑学家说，其实不是那么难，你那个弄几万人啊，怎么去弄的话也弄起来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那这没有定论嘛，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叫土人再去盖一个金字塔，但是。持平来讲，以古埃及人来造那个，那真的是太难，因为它一块大石头呢，就几百吨啊。比如说一部汽车，我们说一吨两吨啊，一般的汽车，它光是一块石头就是好多部汽车重量，所以那个太难了啊。而且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轮子啊？而且石头从哪开采的啊？所以它那个玛雅文明的金字塔顶端是平的啊。那我们来看。啊，玛雅金字塔，你看很小，比那个库夫啊那个埃及的小太多了啊。你看有阶梯可以走上去，你看边边这个旁边的是走不上去，它坐楼梯上去，然后上去以后人可以下去啊，就是祭祀用的，还有那个就是观测啊，做天文观测台要高一点。然后呢，玛雅文明它就使用象形文字，所以像一般人看不懂。啊，然后
玛雅文明很特殊，就是天文历法，所以就是讲那个2012年那个，可是那个东西有一点误会，那待会最后会解释一下啊。它就是天文历法，它是用佐尔金历，当它的日历不止这个啊，它主要有名的佐尔金历啊，数学、艺术这些都建筑高度程度，因为它时间久嘛，你看它西元前、公元前2000年开始啊，它时间久啊，当然都失传了，现在搞不懂。然后它有数字有零的观念啊，那数字观念，那我们讲阿拉伯数字嘛，其实阿拉伯数字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，但是我们那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？是它发扬光大，它传出来的。那阿拉伯数字12345678这种数字是谁发明的？印度人发明的。哎，后来传到阿拉伯，沙特阿拉伯，然后他在发扬光大，所以我们叫阿拉伯数字。哎，这印度人就很委屈啊，说明明是我们祖先，那为什么叫印度数字？因为那时候他只自己在用，啊，没有这个没有发扬出去啊，所以叫做阿拉伯数字啊。其实印度人发明的啊，所以他很早就有零的观念啊。他主要生产玉米啦、豆类啦这些东西啊，创造神啊，他大神是伊查姆纳嘛，太阳神。这基本上它是金字塔啊，它金字塔是最有名的啊。那个印加文明是最南边了啊，铜器很发达啊，没有文字，它很特殊了，它是用结绳记事，它连象形文字都没有。就像中国古代呢，也是有这个结绳记事，那后来不方便，所以仓颉造字。但仓颉到底有没有这个人？当史记是有写仓颉造字啊，可是没有他的出土文物啊，所以到底有没有叫传说？所以中国就是三皇五帝啊、夏朝的传说，基本上是这样子了啊。夏朝的考古还没有很成熟开发出来，就是大概从商朝大概没有问题。哎，他这个印加文明很特殊，就是他居然有外科手术，哎，他叫做穿颅术，就穿颅就头颅嘛，穿头，哎，也可以麻醉啊。所以我们最早你看那个像三国的时候。啊，那个华佗啊，华佗，哎，可是呢，那个这个比较早啊。然后信仰太阳神殷帝啊，创世神啊，维拉克查，这些都是你不记没关系啦，因为它都是英文嘛。那当最早不是英文，是他们自己的啊，自己的表述方式。那中文，那我们十个人翻可能有十个翻法啊，所以就音译啊，就大概音差不多这个音。它主要食物就马铃薯啦，啊，奇茶酒啊。那它这个很特殊，它建筑物的石头它的都很大了啊，当然没有金字塔那么大，可是呢，它的那个石头是磨光的，而且接缝处很密啊。那我们看这个它的以前的都城马丘比丘，所以你看它那个石头啊，就是用石头堆起来就很密。啊，甚至有些地方你连纸都插不进去，所以怎么会石头会打着的这么完整？而且这个也是很天才啊。那阿兹提克呢，他也使用太阳历啊，主神是羽蛇神啊、太阳神等等，反正任何文明呢，一开始都有神，哎，都有神。那现代人就比较不信神，因为神就不出来啊，那不出来，所以现在就说你是传说。可是怪了。古代每个民族都有神，而且都有大洪水的记载啊，都有大洪水。中国有大禹治水，是吧？圣经有那个诺亚方舟，这个美洲他们也有大水啊，连那个北欧都有啊。然后他这个很恐怖，他是活人祭啊，所以像有些电影呢演中南美以前的那个片子有活人祭，他是真的有活人祭吃人啊，是他们的习惯。啊，使用象形符号，所以现在人看不懂。那衰落后来都没了。那现在就是墨西哥那现代国家，为什么呢？几乎都是第一个战争呢、啊，第二个瘟疫啊，这两个最多啊。玛雅人，那前面好不好战不知道，后来好战啊，又有瘟疫啊。瘟疫就是很多是欧洲人带过去，白人嘛，他带，因为那个他没有那个当地人没有免疫啊，就主要是天花了啊。那最后因为那国力损失了嘛，因为好战嘛，死很多人嘛，又瘟疫，加上最后又旱灾，被西班牙帝国，所以西班牙那时候根本没多少人去打败他，没多少人啊，没多少，可是他有枪啊，啊，枪还是厉害，可是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他那边几万人啊。那当西班牙人也很聪明啊，他
他总有反对派啊，对不对？他要打那个国王啊，国王下面有武将啊，有士兵啊，哎，可是哎，他可能有反对派啊，就那个西班牙人又有枪啊。啊，有现代化军事设施，那时候的现代化了啊，然后又联合玩阴的啊，去找那些反对派，那才打得下来。不然你光是靠几百个人去打，那打几万人还是很难打啊。当然有卧底的啊，找那个反对派。然后印加是1526年呢，哎，就是统治者啊，不是那个入侵者，西班牙皮萨罗，他没多少人呢、啊，啊，就带了天花，哎，天花帮他人死很多，啊，不用打了，人他妈都已经病恹恹的，是吧？啊，国王染疫死亡，继承人内战啊，阿兹提克、西班牙入侵啊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这些原因。那遗址的话，最有名就是玛雅啊，它有六大遗址啊。那这边看一看就好，墨西哥的啊，奇琴音察啊，那这边就不去细讲啊。那它还有武士神庙啦，球场，它的球场很奇怪，它是把那个球一个胶质做的，就是它有一个环啊，跟我们什么踢足球啦、旧局啊什么，它有点像旧局，中国的旧局啊，那个字不好写啊，就踢到环中啊得分啊，修女院、天文台啊，这个帕伦克啊，它也有，哎，这个帕伦克这个有名啊，它就是那个像很多那个讲那个。就是古文明是说这是有就是飞碟啊，古文明是跟飞碟有关的啊，就很多像那个 Discovery 那些频道 National Geography 都有啊，就说它有些图案呢很像宇宙飞船啊，飞船啊，让人联想到外飞行器跟外星人啊。那那个埃及的里面也有类似这种东西啊，就是它那个比如说有那个灯泡啊，灯泡啊。那这个是这边是写错了，是香啊，这不是所让啊，所香啊。乌斯马尔啊，他有王宫魔术师等等啊，金字塔啊，这个雅斯奇兰啊，浮雕文明啊，这些等等啊。那印加文明呢啊，就最南边，他这个最有名，马丘比丘就是他都城啊，海拔很高，3800公尺，已经快到中国的那个青冈藏，现在叫青藏，以前民国叫青冈藏啊，当时住20000人，你看。就这个马丘比丘，3800公尺多高啊！你看云都在这里了，那不高还看得到云吗？就这个地方，那既然是遗址了，你不要说当初人就这样，当然不是啊。那当初人可以住在里面，现在就是只剩这一点。那当初的样子，现在已经没办法。就像中国的圆明园，你现在看圆明几乎看不到啦。可是那个当然外国视频，他有用电脑把动画还原啊，那个、漂亮的不得了，就遗迹嘛，遗迹就是。很难看了嘛，都已经衰败了嘛，那当初当然不是啊，那当初很漂亮的啊。到马丘比丘啊最有名，还有太阳神庙啊等等的，诶，他的太阳神庙有国王的遗体，但是遗体呢防腐处理，他坐在椅子上啊，不是弄在棺木里面，坐在椅子上啊。那蒂蒂克湖是那个南美洲啊，就是那个最高的湖啊，上面就有神庙。啊，阿兹提克像没有多少那个古遗迹，因为它现在被改建了，旧城没有，就像墨西哥城啊。但墨西哥城还保留里面有一个神庙。好，那这边就重点来了，就讲2012年那个啊，地球毁灭的啊，当然是谣言了啊，当已经过去了8年了，这没这回事。可是那时候一般讲法就是玛雅的那个太阳历。可是我们仔细来看呢，啊，当然有那种谣传，它一定有它的根据了，啊，但是我们一句成语叫以讹传讹了，那、啊、就是越传越乱，啊，譬如说玛雅它没有太阳历，它叫佐尔金历，啊，这当然也是音译，还有哈布历，啊，这两个历，可这不都不是太阳历啊。啊，当你说365天啊是围着那个转也没错，可是它不叫太阳历，而且它也没有5个太阳纪，没有，没得。然后它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长历纪，但是这个很特殊，你看，因为它有不同的时间单位，你说1天、20天、360天，其实这都还 OK。可是它莫名其妙后来有14亿天、230亿，最高有231亿天，啊，这很奇怪。那就像印度的那个吠陀那个神话，有两个那个。有关神的那个经典，哇，里面也是神多的不了，人神的人数，哇，那个多的不得了，所以这个就是
还有那个宇宙的距离、天上的距离，那个印度的那个，也不说佛经啊，它古代的那个是婆罗门教的啊，里面有些天文的数字大得不得了，神的数目多得不得了啊。因为那个佛教创起来是一神教嘛，啊，释迦牟尼啊，那当然后来又变成又变成阿弥陀佛啦、观世音等等，那是后来在变的啊。所以他这个玛雅是，你看有231天，哇，那个哪用得着啊，是吧？231天，那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已经快一亿年了，那就是那哪那么久啊？对不对？我们几万年、几十万年都很久了，这个已经快到一亿年了。他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数字啊？他也可以观测土星、木星啊。那印加文明还好，比较简单，就是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啊。他也有阳历跟阴历。好，阿兹提克这个就来了，他有太阳历，可是我们讲的是玛雅文明呢，太阳历啦，第五个太阳纪2012年换算起来的话就没了啊。当然了，那种讲法就是说他也有用。也有用这个玛雅历的啊，多少天多少天，那当它有细节什么多少顿什么多少顿，我们这边不去细讲啊，它也有它的根据。可是问题是它没有第五个太阳纪啊。当有些人说哦，这个那个是阿兹提克是抄它的，哎，可是玛雅现在就没看出来啊，对不对？那真正阿兹提克就很清楚了啊，它有两套历法，一个叫神圣历，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讲的这个神秘的有关，叫太阳历。而且呢，它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阿兹提克里面说目前已经第五个太阳纪，还讲了很久，第一为土太阳，第二风太阳，第三个火太阳，第四水太阳啊，第五为日月同存，就第五个太阳纪啊。所以那个谣言说2012年就第四个太阳纪结束了，那就地球毁灭，那不是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第四个只是它结束，啊，这样说我们一年365天啊，春夏秋冬啊，冬天结束了，那就是灭亡了吗？那不是啊，那又开始了，又开始春天了，就一年结束了吗？那你不是说一年春夏秋冬结束，人类就灭亡了？这个有一点穿凿附会嘛，啊，太主观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是重点来了，很多专家他认为玛雅长纪历啊，并没有预测世界灭亡，2012年地球灭亡是误解。啊，当然，这边我们这个时间有限，也没办法说，哎，是五个、八个是研究玛雅的专家，还天文学家、科学家，我们没办法讲那么细，只是综合起来。啊，当然，对这个有兴趣的，你可以自己上网，当然你看英文是比较好了。因为那个东西都是外国的嘛，哈，你看中文的资料就比较少，以讹传讹的多。啊，你看外国的资料会比较准确点，当然它有英文的问题了。然后呢，与2012有关的所谓第五个太阳纪是阿兹提克历法，这边有写阿兹提克，并不是玛雅。那至于说玛雅是不是阿兹提克，是不是抄玛雅的？那玛雅是不是以前就有？目前并不清楚。但是人家阿兹提克讲的已经找出来了，确实有啊。那玛雅你在哪里呢？那玛雅就没有，他像他就佐尔金历啊、哈布利啊，还有一个很特殊长纪历，他就没有这个五个太阳啊，太阳纪啊。然后呢 ，NASA 也出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一般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嘛，就是当初2012年要到的时候，就很多人就找 NASA 这个。中国叫航天局，我们叫那个 NASA 叫航空太空署嘛，哈，航太总署。就说你是专门负责，那是你当初什么登陆月球啊，探索火星啊，都是你 NASA 搞，麻烦你帮我们找一下，不然找谁呢，是吧？哎，就 NASA 他没办法去查证过。就查证过源头嘛，因为很难查嘛，因为大家也是 LINE 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社交软体，这个传这个，那个传那个，那到底源头在哪？所以我们像很多谣言，哎，谣言出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了，哎，上报了或大家传了，啊，见媒体了，可是到底谁第一个传，这搞不清楚。就那阵很累啊，去查证过，结果查了半天啊，就他们查的结果，那是不是最原始的？不知道，这是他尽他所能的啊，就他最原始的，他们查到是。有关2012年是出自一个小说啊，而且这小说内容是引自美索不达米亚，就像伊拉克，而不是玛雅。那个你看，那所以那个 NASA 他说啊，你们这些人传了半天说玛雅
什么东西这个五个太阳鸡，这第一个我们查的源头，我们查到小说，那小说不管他写真的讲，但是人家是讲美索不达米亚，不是讲玛雅，那怎么像传到玛雅，在以讹传讹啊？就算是玛雅，那你也该讲阿兹提克啊，阿兹提克五个太阳鸡你也差不多一点啦、啊、那玛雅又没有啊，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搞不清楚了啊。但是那当然已经过去2012没事啊，就是很多是以讹传讹。那我这边是这边找到资料啊，但有人可能不服气，哎呀，我明明就是玛雅，我拿一大堆证据给你。OK， 那我们不吵架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你有道理，那我们查的资料是这样子啊，那不然的话，你去跟那个 NASA 去抗议啊。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说，因为这个三个文明的立法都已经很难去追本溯源了，那很难啊。那你就说。有人喜欢信这个人喜欢信那个，但我目前资料找的啊，就说 NASA 他有查证过啊，目前就是他是讲美索不达米亚，你真的要讲五个太阳系那也是阿兹提克而不是玛雅，那玛雅到底以前是不是有不知道，我至少我不知道，不知为不知啊。那你说你比我厉害你知道，那你我承认啊，你比我厉害啊。那马丘比丘啊，这个他的都城啊，现在的遗迹玛雅金字塔长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阿兹提克它有个日历啊，石头做的日历啊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大概知道啊，阿兹提克啊，在墨西哥这边啊，这个印加在最南边啊，玛雅在中间的地方啊。那最后我们大家也知道一下哦，印加很厉害啊，那么早以前就可以有做过外科手术，而且它成功率蛮高的啊，成功率蛮高的啊。甚至那个电影上那个 Indiana Jones 还有水晶骷髅头啊，那个什么做的很奇怪啊，当然有人说是假的啊。那金字塔就是玛雅好最多，只是比埃及的小一点，上头平一点啊。所以这边让大家知道啊，大家都常听说玛雅人、印加人，其实还有一个阿兹提克这三大文明啊。今天讲到这里。